你好，朋友。我妈妈吃素的，所以我不可以来肉在我的家。所以我做饭的时候，我有咸的。然而，我发现了一些好的配方。有时我妈妈忘记买盛饭，所以我创建我自己的配方。今天我们准备我的南三明治，你说为什么你的饭的名字是南三明治？你看，现在看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饭的名字是南三明治？这个饭的佐料是香食，是一加到你的盛饭，二。做法，so 很容易，很容易。第一步，洗手，泡沫，泡沫，泡沫，滚。这个步非常重要的。现在带你的碗、量盘和三勺子。第两步，找到你的面包。三明治离不开面包，每个面包你可以用。我有格丁尼亚白面包。我们要找到多。盛饭，所以我们的三明治的口味很好。你要办法，比如现在我看着炸薯条，我之前买了这个，花费3块钱。我也看，哇，粮食。粮食来，去冰箱，哇，有很多酱，我要这个和这个和。这个，我选择 Tabasco、沙沙和血酱。我也要一点健康的蔬菜，我有西红柿，和生菜和。青瓜，哇，我很喜欢绿色的蔬菜。OK，现在我可以开始做三明治。是你的生菜，是你有一、二、三。西红柿到成片，西红柿到成片，青果也到片，把你的菜面包上，so 第一个是生菜。生菜，第二个是你的青瓜，and then 之后你可以西红柿，哈，之后炸薯条到成丁。
在你的碗，半薯条和粮食。So， 你要一点的粮食，一点。半薯条和粮食 ，so 半。放在面包上。现在讲的时候，耶！由于我是印度人。因此我常常吃辣的饭，我很喜欢辣的食物，但是你们或不喜欢辣的酱，不沾忌。这个配方可以变，你要加肉还可以，你要鲜还可以。用你的干酱的面包片。我先做沙沙 ，so 先做沙沙，然后做切姜，然后做切姜，最后做 Tabasco， 就那人做很多 Tabasco， 所以哇，很多啊，很好吃。最后的步很难看。这个片。来吃这个片，哇，很好 ，OK， 哇，很美，蔬菜有很多维他命，这个三明治很健康，辣椒也加快我的新陈代谢，哦，你看有很多颜色，哇，我们也要一点薯片和很多。水，现在吃，很好吃，很甜美，有一点辣，谢谢，再见，我要真正告诫你。辣的饭很好吃，但是你吃很多辣饭，你们都得了拉肚子。